收看乐朵的频道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乐朵旁边那一位，是叶离，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叶离一起玩新游戏。现在准备要开始了。下道，我跑得很慢，因为我害怕。夜里已经跑很远了。夜里好厉害，果然是我的师傅。现在越来越快了，夜里已经到终点了，好棒棒哟！我是最后一个，我真的很不会玩，差一点点就要到终点了，终于到终点了，好开心耶！你们喜欢这样的游戏吗？这是最近很红的一部戏，名叫《鱿鱼游戏》里面的一种玩法，喜欢的话可以下载 Roblox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，还没订阅我的现在订阅哦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个影片。记得按赞和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别忘了订阅乐朵哦。谢谢观看。 It's good,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, I can show you my love, here it is, don't be shy.